啊，把握。主席，我想请那个队伍会的主委，谢谢。薛委员你好。诸位，时间很宝贵哈，我就几件事情请教您。这一次的那个，就是说啊、你们京系啊的立委啊，两任已经快到了，那你们退伍会啊，还有没有人再推荐人出来？哦，军系立委不是我们退伍会去推荐的。哦，不是吗？不是退伍会推荐的。那应该是哦。你说不是，不是说一句话就不是哦。那我再请教你哈、因为这个是有一个逻辑，两任时间到了，那我想如果你们退伍会，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物色好的人选呢、我们退伍会不参与这不参与嘛，不参与政治嘛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但是应该是会才对，你说不参与应该没有这个超高道德标准嘛。你会不会？你在退伍会，你也是两年前来就任到现在嘛？哦，那你会不会想说，你退伍会从自己把它转为一个不分期的立委？你会不会这样想？谁？你？我个人啊？是，我想都没想过，想都没想过，我想都没想过。哦，这样子哦。那你们也不会有指派推派人选，不会吗？不会。那请教退伍会的功能最重要是什么？我们有五大功能，就是对我们这些服务国家有功的这些农民的就学、就业啊、就医、就养，还有最后的服务，全面性的服务照顾，就是这五大功能嘛。好，那既然是这样的，我再请教你哈、那个审计部啊，他这边对你们有一个审核报告，说你们啊有96年到98年度啊，连续3年呐、这个总预算的一个那个补贴重复啊，有重复之理呀、那功能是重叠的，那重复的发放有没有退回啊？跟委员报告啊，重复的发放一定有退回，但是呢，现在这种情形比较少，不可能发生，因为我们的作业收件机关都是同一个机关收件。收件完了，他就有一个资料的一个比对，好，比对完了以后就会处理，不会有重复的情形发生。那这样代表就是审计部错误咯，你对咯？解读上他是说你有行政疏失，你是说你对他错咯？解读有问题，大家对他的解读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这个，我们现在会里面跟人民农业基金的、没有错，看那服务的项目中间，这四大项目中间是有一些啊重复的这个意念在里面，可是我们现在对他的身份别不一样。那代表是说你刚刚讲的是审计部错，你对咯，是不是？他是说你的纸资、你的发放、你这边的一些，就是说所有作业有重复啊？没有重复。不，我们请董事长在这边，我请他打了。报告委员，审计我告诉你，你自己去跟他解释，时间到了，因为薛委员前面已经好几个委员重复过了。好，下面